到大理喽！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惬意的地方。欢迎中国新艺术歌唱家龚琳娜老师。大理啊，丽江这一块真的很多自由的灵魂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？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大理它是歌舞的海洋，又是爱情的摇篮。今天谁要嫁给谁？我要嫁给他。就是要做你的100分男人。哎呦，大理太好了，好山好水好歌声，这真幸福、啊、